铸贝器是古滇青铜器中的独有器物，是滇王和贵族用来盛放海贝和珍宝的宝箱。西汉以来，铸贝器上出现了大量现实生活的场景：祭祀、战争、狩猎。这些不仅是古滇人生活的缩影，更是滇王和贵族们 权力的表现。几百年间，那位胆战心惊、祈求神灵保佑的滇王，他的后代已经成长为自信高傲的君主。云南各处出土的铸贝器约有百件，随着时间的脉络，能清晰地解读到古滇国青铜器从表达神性到表达人性的变化。